artist who is trying to extend my activities by being a curator, historian, a history teller, a critic, archivist, exhibition designer, architect, composer, gallerian, sociologist, biologist, filmmaker, collector, photographer, performer, magician, extra.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感受是跟我一样的。这个人在鬼扯，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。但当我真正了解了 Gashka Mazuka 这个艺术家之后，我发现这些所有的称呼是可以被用到同一类人身上的。他们有一个更加简单的称呼，叫做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， 跨学科艺术家。Mazuka 出生在波兰华沙，后来在1989年前往英国，毕业于 St. Marti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和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。 毕业后他定居英国，并成为了全职艺术家。与其他艺术家运用绘画、雕塑、摄影等形式进行创作相比，他的创作形式十分特别。他将大量时间花在艺术馆的文献阅读和档案研究上，并将这些艺术家的文章、信件和作品进行筛选和组合，然后就成了 Mazuka 他自己独有的创作形式。一个介字是我对他艺术创作的全部概括，当然这不是一个贬义词。他习惯于通过一封情书、一段遗言去了解一个艺术家的一生，通过类似策展研究的方式将原本分门别类的关系逐一进行打破，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所想表达的物与物、人与人、人与物之间的连接方式。对于 Mazuka 而言，一切事物都是可以成为他的媒介的。他借其他艺术家的作品，借艺术馆的档案，借自然界中的枝桠滚石，借他自己的想象力去讨论一个无法转介的主题，当代艺术的精神表达。这种精神表达不在于作品里，不在于艺术家手中，也不在于封存的档案里，而是在于每个人自己的理解当中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称自己为策展人、历史学家、档案员、建筑师、作曲家，甚至是魔术师这种种种称呼的原因了。In a way, this romantic idea of an object or a trigger that then takes you for a journey, it's something which very much is applicable in my practice. So it can be a completely casual finding that then materializes in making a work or a whole show.通过他的作品，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和生活其实是一样的，都有上百种可能和上千种理解。我们不必去纠结怎样去欣赏一个艺术作品是对的或是错的，或者甚至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或者是想象。其实用自己的眼光去看每一件艺术作品并形成自己的一种观点，就是当代艺术最真实的表达。高什卡通过类似看似非艺术的形式，将一件件物品、一段段文字从原本的故事中抽离出来，在慢条斯理地将这些物件和文字进行一字排开，让原本熟悉的故事有了新的嚼头。这大概就是跨学科艺术的魅力所在，也是当代艺术的魅力所在吧。这是四分钟了解一个当代艺术家的第一期，喜欢当代艺术、想要了解当代艺术的朋友可以关注四分钟一俱乐部。那下一期再见。雷姐，先剪出来再说。